《怒行长安》是一部充满浪漫和奇幻元素的电影，将现代与古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让观众沉浸在独特的故事情节和美丽的场景中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现代女孩，她在穿越到唐朝长安后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王者，随着两人的相处和了解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渐渐加深。但是两人之间的爱情却遭遇到了许多的阻碍和挑战，包括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等。两人的爱情经历了许多波折，但最终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走到了一起。除了浪漫的爱情故事之外，电影也充满了神秘和奇幻元素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观众会发现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，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扭曲和变换。这些神秘元素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和吸引力，让观众更加注迷。此外，电影的场景和服装设计也非常出色，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奇幻美丽的世界。唐朝长安的景色和建筑物都被精心呈现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中。演员们的服装和妆容也非常精美，为电影增添了更多的视觉享受。总的来说，《怒行长安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，充满了浪漫、奇幻和神秘元素。这部电影将现代和古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故事世界。观众可以在电影中享受到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美丽的场景，以及演员们出色的表演。